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唱歌它并不是说你们把声音唱的声音越大越好听，而是要有情感的声音，要有故事的声音，要唱出来让别人听着走心的声音。许多东西都是，许多东西都是，也是情绪去把它推上去。许多东西都是，气声走。许多东西都是，失去了才会明白。落下来走。失去了才会明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第二句，原来丢掉了自己。好，这个声音也是由弱到强，能不能感受到老师的声音？原来丢掉了自己，收回来，一生的所爱。呼吸走，你看，想要回到过去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想要回到过去也要干嘛？也要换气的，走。想要回到过去，早已不存在，早已不存在。这个地方要轻声歌唱啊。想要回到过去，换气，早已不存在。呼吸，然后再下来，只能把所有的美好，换气，只能把所有的美好留在脑海，留在脑海。这个地方越唱越强。我教的每一个字都在给大家分析，每一句话都教大家如何用气息、用力量去把它唱起来。